龙狮和一方，潜龙创纪录，狮威扬国际。96年先至，我朋友介紹我租呢間鋪頭嚟做我呢個龍獅扎作嘅生意，一路到而家咯，而家賣埋落嚟咯個鋪頭，啱好今年20年，20周年啦。我13歲，即係1988年，我就入開呢個滲齋讀中讀初中一。咁樣就順理成章參加一個學校嘅活動，即是龍獅團嘅活動啦。咁我不嬲嚟，我對舞獅舞龍呢啲活動好過癮嘅，好有興趣啊！尤其中意睇佢鵝出嗰啲外形啊、顏色啊、入低啲構造啊。咁我自己15歲嗰陣時，又神推鬼翁響學校對照嗰啲舊嘅龍頭，咁樣又自己揾到啲二手嘅材料。攞嚟對照一做啊，伸個頭入去，舊龍頭入低，有限嘅範圍入低睇點樣做，跟住由架機照板煮碗整一隻出嚟咯。咁樣就開始開，我未讀曬書就預先練習緊做社會工作嘅一個第一個步驟啊。咁樣一路做一路做，做到一時放假咁樣又帶啲師弟啊。哎，我哋去修理啲龍身啊，獅頭咯，又整啲新啲龍身啊，又搞啲上色啊。咁我一畢一業過後，就育才獨中，知道我識做下呢啲咁樣嘅手工，又叫我幫佢做一條龍，做一啦。咁樣賺到人生第一桶少少桶嘅金啊，跟住又開始繼續做咯，執下啲學校啲舊獅頭啊，有啲師兄弟熟嘅又攞啲舊獅頭俾我整啊，跟住我母師師傅又介紹新加坡行家俾我識啊，又同我攞啲獅頭未上色嗰啲啊，跟住一路咁樣做住去，做住去，做下做下，就咁樣做到今時今日，就機緣巧合啊！我都係咁講，一句機緣巧合啊！冇啦，因為呢啲嘢你講我無師自通。雖然響如果響我出人可以係咁講，如果我格啲講，我都唔敢認係無師自通啊！咁樣每一個人對一份格啲中意嘅嘢，都係我有一個熱心、耐心同埋佢嘅衝勁心，先至有可能會做到啊嘛！呢種坦白講咧，唔係個個後生仔可以頂得順嘅工作，會。要我哋呢啲做龍獅全職嘅，好多以為就我哋係識舞獅，就諗住我哋係舞獅揾食，冇諗到我哋做呢啲揾食。OK 啦，當佢知道我哋做呢啲啊，又會產生一個問題嚟問翻你轉頭，就講：喂，你做呢啲啊，會揾到食咩？係咪一個月做一隻獅頭啊？話如果一個月做一隻獅頭，你咪食谷種。係咪你哋係咪一年做一擺生意嘅啫？即係過年一擺啊！呢啲我做呢一行咧，所面對咁樣嘅疑問咧，已經面對到我都成開啦、悶開啦。一時我都面答就面咗佢啦。我都一時我同嗰啲冇咩熟嘅朋友，我都講我做手工藝品，我都唔愛講到做呢啲啦，解釋到好少。其實我哋呢啲生意咧可以。做到出去外州啊，甚至乎外國，其實都係脱離唔到我哋嘅手工要。首先講究手工先啦，襟、尾冠、呢個仔細、創新度，因為我哋做手工全部都係講究呢啲以上頭先嗰啲個咁樣嘅條件啊。所以變開自己用心啲去做，用心啲去創新，用心啲去做襟啲嘅嘢，咁樣價錢提高少少，依然都仲有嗰個市場喺度。開始知名度咧就肯定唔夠噶啦，所以你又要苦撐啊，苦撐住佢啊！即是你喺網上搜落啲資料翻嚟，嗰啲動物嘅近照啊，嗰啲近鏡頭啊，攞嚟做參考咯。
霧霧畫圖啊，係一路睇住個相，一路摘摘個嘢出嚟啦。因為以前我哋初初出嚟咧做個龍身咧，係攞手真係一隻隻顏色油上去嘅。有一段時期咧就創新到係絲印，咁樣我本身就冇做過絲印嘅手工嘅嘢，一竅不通嘅。嗰革新期咧就非常辛苦，試嚟試去好多方法都試到。嘥好多錢，嘥好多時間精神，先至知道、哦、原來絲印係點樣一回事，絲印到點樣好，漆料用咩？呢、這個革新期，跟住有啲時期就有啲客仔要求到愛龍絲啲道具，有啲外表嘅嘢愛360度轉變，唔愛咁樣嘅嘢，唔愛咁樣撳手球。嗰時期又要夾啲諗啊，跟住。有些合作得嚟咧，又錢銀上有些拖啊、欠啊，呢啲又要自己普通生意上都有遇到一個問題噶啦。跟住再接落去，更加衝擊嘅嘢就當成有7-8年前嗰陣時候，中國獅頭、中國龍咧打入嚟我哋馬來西亞市場咧，都受到一個時期嘅好大嘅影響啊！我哋全馬嘅呢啲行家啊，嗰陣時因為我哋馬來西亞有啲武館，佢哋將我哋馬來西亞做開嗰啲龍獅嘅道具咧，就攞出去中國嗰度，俾中國嗰度製造商抄到188,000啊，所以做開打翻入嚟呢度，我哋有一段時期都衝到好靜啊！啊，而家過開一搏時期啦。大家有翻啲大家嘅競爭啊，都有得做翻啦而家，啊，跟住你話好似嗰啲啊所謂你哋講嘅成就咧，就好似1999年咧就做過一條140米長嘅龍出新加坡，2000年咧就呢個霹靂馬華年委會託我呢度做一條516尺長嘅夜光龍入開 Malaysia Record 噶啦，跟住就2002年啊，係咁上下2002年啊，呢個 Ibobo 咧又叫我做一條450尺長嘅裝飾嘅龍，跟住前幾年嘅牛年，邊靚有一間武館又叫我做一個武嘅牛啊，金銀牛啊。金牛、銀牛，跟住仲有蛇年嗰陣時候，又係前幾年啊，就邊靚嘅蛇廟啊，青雲亭又叫我做一條青蛇，呢啲都係有上過報紙啦。咁總之係舞獅或者我哋做獅嘅人一定要知嘅，我哋獅頭嘅三兄弟係最傳統留到而家嘅三兄弟，就劉關張啊。七彩劉備、紅黑關公，跟住黑白張飛，跟住過後就應該有啲老前輩又再將佢加多兩兄弟落去，三兄弟落去就青色趙子龍，黃白就係黃忠，藍白就係馬超。呢、這個藍白就係所謂孝師噶啦。啊，呢、這個孝師咧就香港同新加坡比較多人去冇，馬來西亞咧唔係話冇，比較少啲。南亞嗰帶比較又多啲，一時啲老武館嘅老師傅過起身，佢哋就有喐到呢啲咁樣嘅孝師噶啦。偷師啊，咁樣偷師呢樣嘢又唔係話我哋可以限制嘅。譬如講佢真係通常話唔係話偷師啊，我哋識得嗰啲，佢又對啲有興趣嘅，一時佢又走嚟傾偈咁樣去望下。你話當佢嗰段時間係偷師又好，佢夾啲有興趣又好，咁樣如果倒翻轉頭諗，如果我嘢唔靚，佢都唔睇啦。咁樣我嘢靚佢睇，咁樣咪之前我光榮咯。哦，咁樣咪咁樣化咗佢咪算數啦。屋企人咧就肯定冇話十分支持啦，因為知道呢啲手工嘢你都唔知捱得幾耐啊，俾個2年時間你打下等啦，你捱唔住啊，你就翻嚟做生意啊！我老豆係批發菜嘅，已經有講開啦，俾你2年時間，你捱得掂就捱，捱唔掂就翻嚟，一定要啊！咁啊，朋友之中都冇邊個睇好噶啦，因為畢竟呢啲都唔係話熱門嘢，
點知又一咁樣一嘟落去就20年啦，我都唔知道會咁長時間。OK 啦，捱到而家又有斗記，又可以養得掂下啦啲斗記。你話十分好條件就冇噶啦，好多而家都問我，喂，以後你斗記我唔可以接啊？我呢啲冇得好擔心啊，有得佢哋有得發展讀書嘅，當然俾佢哋好啲嘅環境啦。因為呢啲話時解手工嘅嘢，有興趣做當然係好，練得到個人嘅修為內心。如果係冇興趣之餘要夾硬逼佢哋咧，佢哋又辛苦，我啲斗記又辛苦，都係要睇佢哋個人啦。咁樣至於有唔有啲徒弟接落去做呢啲冇得好講噶咯。隨緣啦，一句啦，隨緣啦。你話師團啊，一個鄉村仔嘅師團都唔少嚇。由冰魚港頭嗰度講起，就有智飛賽里佛太極武術學會一間，跟住一路行至入就冰魚港萬壽宮龍藝龍獅體育會，跟住冰魚港警衛局食龍獅團，跟住再行入啲咧就冰魚港互助社文化體育會、馬青文化體育會，跟住呢個冰魚港紫中壇醒獅團啊，跟住仲有一間好似係三村類似咁上下三村，個名字我唔係好清楚啦啊，都我咁樣口噏都有咁多間開咯，跟住仲有呢度入低有一間係好似係。不知道冰魚港中學定係大和苑中學入低又有嗰啲學校嘅龍獅活動，大概咁咯。不過冇咩活躍噶啦。跟住仲有冰魚港小學咧，又有嗰啲小學醒獅隊啊咁樣嘅嘢啦。咁樣咧，我哋嘅互助社嘅禮堂旁邊有兩個空地咧，已經進行緊有兩個武術團體噶啦。一個就是霹靂武術龍獅總會買開一個地段，我準備起一個訓練武術龍獅的一個總部基地咁樣嘅。跟住佢嘅後面又是一個陳式太極體育會已經起開個會所開啦，差不多叫做比如講係武林龍獅村嘅啦，叫做就好似正如葉問嗰套戲咁樣，武館街啊！武館街啊，唔係時常有咁樣嘅交流活動啊，但係即係基本上都唔會話做到好似以前嘅嗰啲武林界咁樣，又你打我殺你，我打你，你又中翻我，即係都係和平共睦咁樣噶啦，冇而家冇好似以前咁樣噶咯，而家基本上大家都係以和為貴啦，最好就唔好打交啦，透葉問嗰句説話。學武之人最適應變的一個招式就是最好不要打交啦。除了睡覺、屋企食飯之外，大部分時間都在冰魚港這個區打等噶啦。同種族的咁樣語言溝通上，梗係容易啲啦，因為呢度大部分都華人多。咁樣你話出入方便，真係好方便嘅，近市區嘢又多嘢食。最重要的是呢度附近茶室多，飲杯個 B 醒神過後再做工都方便啲。我哋初一入嚟呢度，譬如講我一入嚟呢度打等做呢個龍獅生意嗰陣時，第一個俾我印象就是譬如講好多神廟，依然同文化脱離唔到關係。但是到今時今日，有啲可能嘅神廟可能會。冇人打理或者是搬開第二個地方啦。跟住第二個冰魚港特色就是食，依然都是食。就冰魚港頭嗰幾間茶室已經都贏開成個市區的新村一條街開啦。啊，冰魚港頭嗰幾間茶室啊，已經開好多間開啦。就我哋喺度做工嘅又方便咯，出入十分鐘咁樣就揾到嘢食啦。跟住夜晚，冰魚港巴塞嗰度又唔會話點樣靜咧，咁樣仲有啲檔口擺埋罩雞、埋包埋豆腐花、報紙之類咁樣，都唔錯啊，都唔錯。係過年咧，有嗰種
即係出入兵而講咧，過年過節嗰出入兵而講睇到咧嗰種嘅外埠車牌翻嚟咧嗰種嘅，我哋睇到嗰種心境咧就好好感觸啦。之前講話啲老人家仲留響新村，仔女走曬啦，一時睇到啲屋又舊舊咁樣。啲老人家又唔知道有幾多個響入低住緊啊，咁樣又孤苦伶仃啊，都類似係咁樣嘅感觸啦。跟住一過年一睇到嗰啲車咁多翻嚟，另外一面咧又會諗到話，哇！依幾日一定好開心噶啦，啊，成個新村唔同曬咯，生氣十足喎，正面同負面咁樣嘅。同時間有咁嘅諗法，中秋節啊，中秋節基本上你話除咗啲斗記喺外出搞蠟燭之外，提燈遊行呢度都唔係話都有試過，有幾年係，比如講小學嗰度開始辦起先嘅嗰啲提燈遊行，都係咁上下啫啦。哦，你話十分熱鬧嘅。都好似冇點啊，普通嘅咯，普通嘅咯。希望啊，逢落雨嗰陣時，唔好話有啲點樣再浸水嘅環境。跟住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治安好啲啦，改善一下啲治安啦。真係臨天光嗰陣時，嗰啲巴塞嘅老人家出檔口賣嘢或者擺檔賣嘢都好，都曾經遇到唔少次嘅。啊！搶嘢啊，咩傷人噶啦？依個最重要咯，大家平平安安啦，邊如港人啊，出入平安就好咯。